因为你不是在充分，你不是在玩，久而久之呢，你的水平啊，慢慢的不是下降，而是慢慢的就是，哎，不可能每一把都能够发挥出非常好的那种竞技状态，明白吧？这个需要自我调整。那么这一把呢，我就强行的调整一下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到底如何。而且我是随便选了个英雄，并不是我拿手的英雄。感谢云七六一四五送上了一个大飞机，谢谢，恭喜你获得这个大红包啊！这几个世纪以来，我一直在残杀你的同类。小老板在这跳舞，我上去 Q 他一个。哎，小亏，小亏。感谢马老师，我想上王者送上的大飞机。烧我没有，他烧兵，很好。Q 你，这个 Q 漂亮。看看你 Q 不到我的哥们儿。他想消耗我，知道吧？他以消耗我为目的，其实这个人的水平就已经暴露出来了。他并不是一个强者，因为你看，他又去支援，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支援，你看到了没？你看他很亏。你看很捞，他觉得哎，你看我这个多帅啊，我这个耍的多好、啊、我的一手闪现把你晕住你就死了，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看他马上要死了，但我要小心他的打野，我觉得他这个他的打野可能会来抓我。你看多捞啊，多捞啊！很轻松的，我们就能够把它带走。你看，他只有五刀，买个针眼。先给他来一个推推仗啊、哦！我们现在不跟他玩了，杀他一次够了。他等会，你看他还要疯狂的来对我进行消耗，他的补刀非常的少，你看他又去游走了，看到没？我不给他过了。他在等他的打野，你死了呀！再吃一个头，我等级现在比他高。但是他反而神头鬼脸的过来想要压制我，你就很难理解。
为何如此之抠脚？回家，起飞，我已经起飞了，两个人头，28刀，补刀并不是很多，主要跟他对换血了，不是我要主动跟他换血，他老是要跟我换血。虽然他巨魁，他只有18刀，还死了一次，但他还要这么做。请把火男打死，我不需要把他打死。我们对线不要想着杀人，知道吧？特别是利桑卓这种英雄，我没必要杀他，因为杀他的话反而会危险。我现在可以说是吊打他，但我根本不会去管他。你看他还要点我，你看他反过来他还要点我，你看你看他还要点我，你这，哎，没办法，我这么我现在这么强势，他还要点我，自我施法，设这个快捷键。那我要把你杀了啊！你在这神偷鬼脸，我就把你杀了。你神偷鬼脸，你盲僧来我也杀你，啊！我现在就站这里，你叫你打野过来。你不回家你就得死。哎，你放个这个有什么用呢？你看，对吧？瓜皮，瓜皮，你看，瓜皮，你看，瓜皮，瓜皮，啊！你不回家，那我肯定杀你。哎呦！小兵有点多，漏刀了。我们再推一波，虽然有点浪，但我现在有浪的资本。他的盲僧在下路，我走了。这个时候他们一定会来抓，因为现在他们抓人的逻辑就是看到了他就会来。所以我得小心一点。我已经起飞了呀，三个人头，上路七级，50刀，这个上路会的。这火男我不管他了，他已经崩了，我的队友好像要来抓猴子，你只要上他就是。啊！他把点燃放了，多么想杀我！哎呀，都捞啊！啊！大招马上好，还差最后3秒。不要想杀我，我有大招的。啊，我大招可以对自己释放。这石头人想要来抓我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认为有机会，不可能有机会的。我就在这里回城，如果你敢打我，你就死。啊，我就把你打死。我就在这里回城。拜拜，来个鞋子，你看这个游戏就结束了。哟哟哟，可以，这个火男杀了一个人，其实挺好，他人头值钱了，那我可以考虑找机会杀他一波，而且他还没有闪现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个肯定是他没闪，我知道他的闪现时间，我已经给他记下来了。好，我们再吃个塔皮。
这个上野打得不错，这个蓝你可以吃。起飞，这个医学塔我们暂时这波不推啊，回家补给一下，下一波再来。来一个法穿鞋，有一手遗书。我们现在有秒表，有推推杖，不要来抓我了，抓不到我。这盘的话你会发现对面很快就崩盘了，我来把这个医学塔给吃掉，但是好像他们还很顽强，还是挺顽强的。不容小视，哎，我炮车怎么又没补到？一血塔吃掉，很舒服。我要开始游走了，给他们压力了，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游戏不好玩了，他们就会觉得我金牌讲师原来如此之强，只是没有拿出真正的技术。这波下路必死，看看杀几个，如果还手杀两个，不还手杀一个，小心他的魔法盾。我先 Q 一下，全部带走，还不还手都得死。这波我的卡位非常的棒啊，这火男可以不用管他了，他已经崩了。我们回到中路再补一波钱，回家。这猴子没血，回家。1600，来一个这个。拿个卢登捡一波 CD， 这火男只有八级。我们把他的石头人再抓两波，啊！他现在知道已经完全打不过了，他不打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开始？你胆子为何如此之大？你恐怕不知道我有金身，哎，你在乱搞。然后你就知道为何会崩得如此之快了，就是因为你认为我广 C 很好杀，其实不可能的事情。哎呀，没办法，现在的小青年你必须要给他稍微露两次。OK， 我们推一波上，他们可能要放弃。来，把他上塔推掉。我马上要开始浪了，对不起，一次不浪。20分钟解决，连续三把20分钟解决。
不谈。好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但是他们并不知道，我是故意勾引子，大招给自己，全部给你带走，然后你就可以投降了。OK， 回家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投降了，投降了，没办法。